发布时间2019年2月7日15点28分，来源新浪体育频道。新浪体育，国际足球西班牙标签，吴磊训练课西班牙人西班牙人的周三训练课，吴磊跟另一名新援费雷拉进行了加练，与其他队有相比，吴磊跟费雷拉进行了身体恢复方面的锻炼，之后吴磊与费雷拉参加了全队训练，吴磊还参加了队内对抗赛，甚至取得了进球。